而家咧就由酒店行落去呢個咧淨土之濱，好靚嘅呢個地方，真係唔想俾你睇下。系咪冇介绍错？真系好靓咧呢度。其实咧，净土之滨咧喺1954年咧已经指定为岩手县嘅风景名胜地噶啦。而呢度嘅海水浴场系第一级嘅观光胜地，有白沙青松嘅美誉噶。嚟呢度嘅话咧，最好当然系自己揸车啦。但系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咧，可以搭 JR 去到盛江站或者 JR 去到宫古站转巴士嚟都可以噶。哇！已經行到落嚟呢一個咧，淨土之濱呢個灘啊，非常之靚啊，啲水亦都好清啊。哇！好冰冻啊啲水，跟住啲石咧，全部咧都有啲海螺黐住啊，有啲好清啊啲水。呢度真系不如叫做世外桃源啦，好正嘅呢度。喺咁靓嘅风景面前，除咗享受之外，梗系疯狂打卡啦！我哋咧而家就去乘搭呢个快艇咧，去一个青之洞窟嘅游览。咁当然啦，你都可以游过一啲嘅普通游览船嘅。咁呢个青之洞窟嚟讲咧，大概咧需时咧20分钟。咁咪坐呢啲艇啦，咁就系1500英嘅啫。咁我哋而家咧就落船啦。点啊？系 ，Hell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OK。はい。好啦，我哋而家就上咗船啦。而家我哋就上咗船啦，开船啦，好兴奋啊！加你。
イスター。ああ。はいはい。はい。这个就是那个洞窟啦，咩？嗯，入去啦，青瓷洞窟，嗨胆。この正面の穴ね、この穴がね、青森県の八戸の方まで続いてるという伝説があります。それでこの穴が八戸穴という。まあその正面の穴から潮が出てくる。その正面の穴に全部波が覆いかぶさるくらいの波が入るとその穴から潮が。青瓷，你明早用我好半年，你用我好半年。
聽到啲海浪聲，呼呼聲。啲山打橫嘅，整咗去打橫嘅。冇嘢食喎，海鷗 ，hello， 冇嘢食噶，冇嘢食噶。哇！放炸彈啊！佢哇，好開心啊！你睇下又有一隻海鷗嚟啦！我同海鷗的合照。好刺激啊！呢個遊覽船，好靚啊！啲風景。你看對面又有人出發了，咦，你還沒走的？哇哇，咁快又遊覽完啦！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影片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多謝你，拜拜。打翻電話先。